起床了，起床了。这两天因为在忙修片子的问题，然后开了一个电竞酒店。一点点打包的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严。今天呢，也来给大家测评一下绵羊这期视频买的一些衣服。我的花花，猫猫现在不在，今天没法给大家看猫猫了。首先是这两个袜子，已经换好了第一身衣服。这一个的话是一个第二身衣服，好像还是蛮容易走光的这个样子，到时候让小绵羊帮我打一下码吧。那边看一看啊，摄像事故。
进来就跟一头猪一样。结束了。